你体验过从黄河之上飞跃而过的感觉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雅雅姐，今天带大家挑战从3公里外用不一样的视角飞跃黄河。先嚎叫一下，壮个胆。毕竟路程挺远的，小动作飞过去。距离目的地1公里，我们将要飞跃黄河上方。此时风力6级，电量60%，胜利就在前方。河面风好大啊，电量高级，这是我最后的倔强。我们该回家了，兄弟姐妹们。喂云，逆风完全飞不动了。